老娘我又要相亲了。没错，就是这只凌乱的小狗过两天就来我家住了，今天带多多去相亲，对方喜欢成熟的，所以说今天我让你变成多姐呀。好不像陀螺，天哪，是那个吧，好小好可爱啊。你好小，我看你俩在一起配不配？配不上啊，比人家大两圈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小宝，你是男生，你得主动点。哎呦，差不多了，看我表演。那什么，这些是送给小宝的礼物，然后这顿饭我也请了，别跟我抢。这不好吧？哎，没事，他们好才是真的好。那个事也该跟他们说了，对不对？真诚嘛。是这样的，就是多这边绝育了，你们能接受吗？哎，别走，我小狗柏拉图啊，就差一点。说实话，我今天表演怎么样？家人们，这不就是狗皮膏药吗？不管你是在坐着、躺着、挂着的时候，身上永远都会长出一只多多。我看你还黏不黏我？准备好，来来来来，一个击杀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不上来了？我爸怎么变成狗了？还是只丑八哥？再我22岁时，再来个牛魔王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你平时不涂防晒的吗？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？是谁钻进了我的大脑？闭目了，多多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？这样吧，为了补偿你，我给你整点小狗快乐水行吗？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。就是他，我的小狗居然给我找了一份工作。事情这样，今天我带多多来狗狗公园参加活动，看见这个大狗叼飞本很帅，所以说拿手机随便的抓拍了几张。然后工作人员走过来跟我说，别人都拍不清楚，你倒挺会抓拍的嘛。哎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你看这个 vivo S 17 Pro 的悬浮抓拍功能，你按快门的瞬间就是最终的照片了。我们在一起拍照的时候，他们抓拍的是这样的，而我抓拍的是这样的。和这样的，当时我就为了能更好的抓拍多多才买的这个手机，而且冰白玉的这个外观我也特别喜欢。那你给我们拍点照片呗，到时给你20块钱。20块钱？你在侮辱我的人格。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因为我特别想给多多拍一张接微盘的照片，然后我就找到大狗的主人，说能不能给我家狗演示一下。这对大狗来说肯定是不在话下，精准的接到了飞盘。这时候多多应该学的也差不多了，不管是速度、敏捷和腿的长度，你都不输它。非常简单，你在空中咬住它。你跑什么呀你？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，多多你是最棒的，相信自己，来接接。圆圆的脑袋，大大耳朵。今天要带多多拍组专属的小狗写真。众所周知，我家的含多量真的很大，你能在我家发现各种多多的周边，但是就是没有一组写真。走，今天必须给你安排一套。走，去看花花世界。我本以为绝育的小狗是没有爱情的，但是看他俩在一起以后，我猛磕这对 CP。快看的这眼神都拉丝了，还有他俩的神同步。过两天他就来我家住了，其实现在就能来，我家很干净的。现在开始大扫除，家里所有的生活废物全都放进去，听见了吗，多多？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？你不干活，能不能别捣乱呢？你挠它干嘛呀？这是咱家的石头 H Ultra， 你看这些刷头，在大扫除的时候全能用上。除了洗地洗得很干净以外，还可以对地毯吸尘，不仅可以给床除螨，而且就连那些平时清理不到的缝隙也能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居然还有一键自清洁和烘干功能，我赶紧把那个床给你好好弄弄。哼，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了，多多。最后一个是莲子 ，OK， 齐了。等他来的时候，你别跟老娘们似的，你试试发出那种萝莉的声音。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。今天我们不说多多的故事，我们说他和他。他叫香香，是一只很乖的拉布拉多。他的楼道里被人毒杀埋葬后，又惨遭挖出分尸。他叫德福，是一只很勇敢的柴犬。陌生蹲在地上向他伸出双手，他本来以为要跟他玩，结果被陌生人拉到没有人的地方，放在座位下碾压7分钟致死。我想问这些小动物到底犯了什么错，导致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去吃他们的肉，难道真的就差着一口肉吗？小猫和小狗在数以万年的时间里已经和人类成为了最好的伙伴了，他们可爱灵性善良喜欢我们，但是你们看看我们现在到底做了什么。我们如今生活在这个法治社会，我们的安全得到了最大的保障，可是他们却没有。虽然我粉丝少能量小，但是我呼吁动物保护立法，让小动物们也能享受这个和谐美好的社会。也请所有的铲屎官们在外面一定要牵好绳。最后，我相信动物保护法虽迟必到。减肥半年到底是怎么胖两斤的？今天来狗公园终于让我发现了。当我还在嘲笑别的狗站着抢吃的时候，它居然一整个原地起飞。
比熊主任把肉干两边放在他的嘴里，这时候又来了一只小狗。我正在想谁会吃到呢，肉干没了。结果低头一看，多多他们跟你心连心，你跟人家玩脑筋。你过来多多抢别人粮食干嘛呀？我专门给你挑了超酥超好吃的狗粮，他们都没有。就是这个呀，苏永家的低温烘焙粮就适合你这种中老年狗，鸭肉里的配方也是为你量身定制，那些问题再也不怕了。最主要是咱吃下来一个月还不到100，哎，怎么全让他吃了？他不在了，你快吃，什么都不用担心哈。处理体重，吃完以后我决定带多多练瑜伽减减肥，让他看看我的高难度动作。Come on, 你整养一只网红狗又花多少钱？开算，先说住，多多开心的时候睡公主床，心情一般的时候睡毯子，被骂的时候就回别墅，无法无天的时候就呀。再说穿，我从小到大也没有这么多衣服。哎，你那副骄傲的脸是怎么回事？约会的时候穿这件，踢球的时候穿这件，参加酒会的时候穿这件，打怪兽的时候，这是我的。吃的就更别说了，这是河里捞的三文鱼，这是邻居家地里偷的白菜，这是多多一直吃的现捞烘焙粮，肉圆新鲜，没有肉粉，全是鲜肉，而且营养均衡搭配的比我专业多了。这真的好香啊，我能不能尝一个呀、啊、多多。最后说出行，这是坐飞机用的航空包，这是逛街用的斜挎包，这是随叫随到主人爱的抱抱。问题来了，你们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？嗯，今天来挑战一下，谁能猜出你的真实年龄。多多，你这么显老，待会儿可别伤心啊。来了来了。哎，你好，你看一下我们的狗像多大？几个月吧。他说这样的，那你看我像多大？45。什么？别管我了，我45。不是，你怎么就年轻了？胡子都白了，跑都跑不动了。你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别跑了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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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日数45，把你口红借我一个，我就不信了。今天你是粉红芭比，我就是烈焰红唇。让你看一下我家狗都像多大？也就几个月吧，有两个月吧。那你们看看我呢？我操！我希望你被爱着，我希望你。没想到我真的养大了我的小狗，所以我想为它做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日礼物，拿它的自画像做个毛毡。你玩你的，不用管我，我剪点毛。是说每个小孩。天哪，多多跟你一模一样，真是又可爱又不需要什么成本。我去！哎，别生气了，带去狗公园还不行吗？多多，快快过来！你看这个别克 NGS 怎么改成宠物别墅了？我们上去看看。你好，我可以上去参观一下吗？可以。上面居然是个帐篷，舒服吗？多多，太牛了吧！这空间，快过来，我们感受一下滑梯。玩累了还能在里面干饭，双联屏体态感啊！多多，你喜欢这车吗？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哎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我宣布，我这车马上就是你的，你先别干。不错不错，王多多的车。多多，喜欢这个礼物吗？小星星还让你放光明，是不是说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，是你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，告诉我晚安的心全部都可以在。